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过年前我们讲了四安乐行，这个是在《法华经》的第十四品，因为在第十三品当中有很多菩萨发愿要来弘扬《法华经》，于是在第十四品文殊师利菩萨就请问佛陀，如果要弘扬《法华经》应该要如何来做呢？于是佛就说，菩萨在末世，就是这个末法二世当中，要弘扬《法华经》必须要安住在四种法。这四种法我们在天台中智者大师把它简称为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跟誓愿安乐行。那于是菩萨自己想要弘扬《法华经》，自己要先安住自己的身跟心，就是身口意三业都能够清净，而且发大誓愿，你有这大勇猛力、大精进力、大智慧力、大慈悲力，才能够去弘扬《法华经》。自己有力气才能弘扬嘛，你如果自己是非常的柔弱，你有力气弘扬《法华经》吗？不可能啊，你讲法没力气，人家也听不懂。所以一定要身跟心都要非常的坚强有力，所以菩萨的身心自己先安住在这四法，才能够弘扬法华。那众生听了菩萨讲的《法华经》，众生的心可不可以达到安乐？会啊。如果众生听了法华，心没有办法达到安乐，表示第一，菩萨讲的不够清楚；第二，菩萨讲的很清楚，可是众生修行修的还不够认真，不够道地。没有到地，所以没有到位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心达到安乐。于是就是自己先有安乐，才能够带给众生安乐。那众生能够修法华，自己也能够达到安乐。那我们在看这个身安乐行当中，在《法华经》里面第一个讲，他说菩萨最刚开始一定要安住在菩萨的行处跟清净处。这清净处，《法华经》讲了有两个，一个是不应该要亲近十种人，也就是说，菩萨在怎么过这群居的生活，跟别人互动，应该用什么原则来互动？于是，菩萨跟众生要互动，跟人家讲白话叫做交际应酬，但是菩萨不需要去应酬，可是他需要跟人家应对，于是就要秉持种种戒律来面对众生。那菩萨有十种人不可以亲近，因为这十种人都是恶知识，可是于是他应该要亲近谁？要亲近善知识，最重要是要亲近山林，也就是要去独居。这独居是最重要，就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你能够修禅定。当然如果我们说十字街头好打坐也是可以，可是菩萨最重要就是你要在静当中去养成，在山林里头没有人干扰，这样子他这个禅定的功夫才能够养成。第二个清净处就是要清净佛法，那清净的佛法就是要观诸法空相，由这样子因为禅修来增长自己的智慧。这个我们之后会说，我们上一次讲了菩萨有十种人不可以亲近，这十种人是十种恶知识，一个是豪士、外道、凶险戏者，还有旃陀罗，这四个我们之前讲过了。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后面这六个，那第五个就是求二圣法的人，还有第六个女人，还有不男之人，危害难处生机嫌的人，还有蓄养的人，菩萨都不可以接近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会带给菩萨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菩萨自己是已经是修行能够甚深，像我们看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所以菩萨他能够行甚深般若，自己的心是非常的坚固，能够了解到空性。那么菩萨会不会受别人影响？就不会。可是如果是 baby 菩萨，自己都还这个心力还不够坚固，我们刚刚讲还没有办法坚固的时候，这个是浅行菩萨，修行还非常的浅。好，那么于是就要先把自己顾好，把自己的道心巩固，那么才有力气，这个心力正确的坚固坚强的心力能够去引导众生度众生。所以要跟谁交朋友，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要择善友，那不要去选择恶友，因为坏朋友就带你去造恶业了。那于是我们现在来看第五个第五种人，是求二圣法的人。在《法华经》当中说，又不亲近求声闻，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亦不问讯。就是有这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四众，在家跟出家这四众，如果他们的发愿、他们的修行是在求声闻，也就是他们要修的是二圣法。二圣法其实就是声闻圣跟什么圣？缘觉圣啊，对。所以这边说求声闻，其实意思是含缘觉，那只是我们通常是用声闻来做一个代表。于是菩萨就不跟这些人亲近，那看到他们呢，也不问讯。不问讯是什么意思？你看到人要不要跟人家打招呼？要。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跟他亲近，因为你一旦打招呼讲的话，讲一句会不会有两句、三句、四句？会，就会越讲越多。可是这里的不问讯，并不表示菩萨很高傲哦，不是。所以我们在看《法华经》哦，尤其是这十四品，我们在看这个恶知识，是菩萨不主动去跟这一些人交友，你跟他们来往，那么对自己就会有比较不好的影响。可是如果自己菩萨自己啊去修禅修，心力越来越坚固了以后，有智慧有定力了，别人来找你，菩萨要不要去跟他们结善缘结清净法缘？肯定要哦。所以就是不主动去跟他们亲近。那若于房中，若经行处，若在讲堂中，不共住职。前面就是菩萨不主动跟这一些人一起交往，这里是菩萨如果是在这些房舍里面，这是指房中， 不是一定是指那个住的寮房哦，这个房就是一个室内，你在室内或者在户外的经行的地方，譬如说在讲堂的外面，或者你到山林里走在哪里遇到人，那么这些或者在讲堂里面，所以前面的房我们可以说是室内，但是可以比较是属于譬如说僧房，僧人住的地方、哦、僧人像我们会有你生活的一个区域，这个就是僧房的部分，或者到外面去经行，或者你是在讲堂啊、佛堂、禅堂等等，跟这些人呢不共住止，住就是停住，止就是停止，就是不跟这些人一起共住，意思就是不跟他们有任何的交往。那或时来者，随宜说法，无所希求。或时来者就是刚刚前面讲菩萨不主动去找这一些人跟他们有来往，可是如果这些修二圣法的人自己主动来找菩萨，菩萨就要随宜说法，随便宜就是随着种种的方便，你要观察时机，观察时节因缘，我知道要用什么说什么方法来教导他们，所以叫随宜说法。所以这个适宜，随适宜可以是时间的适宜，或者地点的适宜，或者菩萨观察自己的心力，或者菩萨观察众生对方他能够接受的范围时间等等，就是看菩萨自己的智慧了。所以菩萨要去随这些种种方便跟适宜的时机地点等等，对他们说法。
可是虽然是对他们说法，要不要希望从他们这里得到什么？不要，所以叫无所希求。菩萨努力认真的付出，可是不会希望说，哦，我教你，你现在一定要给我听懂。像有些人讲法会这样，我现在教你，听得懂不懂？听一遍不懂，两遍、三遍、四遍。尤其是妈妈跟老师在教小孩的，还有爸爸也是教小孩子，这一题数学这么简单，教你一遍不会，两遍、三遍、四遍，讲十遍，爸爸妈妈会不会发火了？有可能会发火了哈。这么简单，我这么聪明，为什么生你这个这么笨？嗯，然后就开始怪小孩子。那菩萨也是有点类似这样子，我教你这个大圣法这么殊胜这么容易，其实不难呐、啊。那为什么你还是没有办法回心转意，还是想要修二圣呢？这么殊胜的法跟你分享，你还听不下去，还是要坚持去修你的声闻圣？所以如果菩萨有这样子的希望啊，希望他马上转，菩萨会不会苦？会啊。会不会带给对方苦？有可能，因为你给他压力。所以菩萨说法要随意说法，那我用种种的方便善巧来跟你说，我先跟你讲是不是种了一个种子，将来这个种子发芽了长大了，那么你的智慧就会开了。好，所以我现在不要对你有太大太大的需求，好，希求希望这样子去奢求，不需要。好，那第六个就是女人，菩萨不可以接近女人。为什么？因为看到女人就会有这些生欲望的这些想法出来。于是《法华经》告诉我们，不应与女人生，取能生欲想象而为说法，亦不乐见。所以看到女人的话，菩萨不可以取相。我们看到这两个字下面有标底痕哈。菩萨看到女人不可以取相，不能取什么相？取能够生欲想的这样子的相。也就是说，菩萨今天看到一个女人，你就去想，哇，她好庄严，哇，她身材好好，她长得好漂亮啊，她长得好细致啊，五官真美啊，这个就是能生欲想。那你有这样子的想象就不行。那因为说啊，这个人这么漂亮啊，跟简直跟仙女下凡一样，那我来对他讲法真好，这个叫而为说法，这个就不可以。然后亦不乐见，就是我也不想要看到女人。所以菩萨看到女人要退避三舍，因为不乐见。嗯，若入他家，不与小女、处女、寡女等共语。如果刚刚前面是讲啊，是看到女人，但是不管是在哪里看到，我们不晓得。好，你有可能菩萨在经行的时候啊，或者是在佛堂看到，也是都有可能遇到啊。但是你不要去主动要去跟他们攀谈。那另外一个就是，若入他家，如果到一个女人的家里，或者是不见得是女人，就是一户人家，这菩萨到一户人家去，各种因缘都有可能。那去到这个人家呢，如果看到小女，就是少女，年纪轻的女孩子，或者小女孩，或者处女，就是这个女孩子她还没结婚，或者寡女，就是这个妇女她已经是先生往生了，寡妇。所以看到这三种女人都不要去跟她们讲话，所以意思就是菩萨只能跟男人讲话。那我们既然说菩萨，所以这里代表的是佛对男众的菩萨讲的，如果是对女众的菩萨是要相反，这样懂哦。好，女众可不可以当菩萨？可以啊。所以如果是女众，就要不能对男人，所以不应于男人生，取能生欲想象而为说法，亦不乐见。这样懂意思？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哦，第七个，不男之人。不男之人就是不是男人的男人，这个人应该是男性，可是他没有男性的魅力，没有男性的这个应该有的所谓的男性雄风。所以我们看哦，菩萨自己本身是男人，可是遇到这种不男之人不可以接近他。
所以佛说亦复，就是又呢不跟五种不难之人以为亲厚，亲就是亲近，厚就是跟他的关系非常的好，那么不可以亲近这五种不难之人。你们看你们的注解，十七这五种不难呢，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因为所谓五种不难，不难就是不完全是男人，所以有可能是天生男根不发育者，就是一天生他就是虽然是男生，可是呢他发育不完全。那第二种就是大家比较好理解的，就是去世的人，哦，像以前的太监啊。然后第三种就是看到别人有行淫，他才会有起这个男众的淫欲心，那如果没有看到就没有刺激，他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他就不是男的。好，那第四个就是遇到男的就变女的，遇到女的就变男的。所以你看现在，尤其是现在很多那个，对，现在有所谓的变性，但是变性人其实跟这个又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变性人是他可能是男生他想要变女生，或者女生想要变男生。那我也遇过有一个外国人，他就是其实他生活也有点乱，那他就是一下子喜欢男生，一下子又喜欢女生，一下子他自己又变成又跟男生又跟女生，他自己讲给我听的。所以他其实他自己的一直在变来变去，所以这个到底是你的心理的问题，还是生理的问题，还是什么，这我们不知道。哦，所以像有些人就是会变来变去。那第五个呢，半不男就是一半，半个月是男的，半个月不是。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我们也不用知道太多，反正就是这一些人他是不完全是男性。那为什么菩萨不可以跟这种人在一起，是因为这些人不完全是男性，所以有可能会让人家误会菩萨是不是跟这些人有不清净的关系。好，因为男的菩萨跟女的女人会被人家说话，那你跟不是完全男的人讲，也在一起也会可能被人家怀疑讥嫌说话，好，所以这个就不男之人就不跟他亲近。那同样，如果是女菩萨就不跟不女之人亲近。嗯，那你说我刚刚说的那一个外国人，他一下是跟男的，一下跟女的，一下又有什么？然后他有一次带他的朋友来跟我见面，然后他跟我介绍这个朋友的时候就说，这个朋友以前是他的女朋友，可是这个朋友呢，实际上他在我面前看起来像是，我本来以为他是女的，后来发现他已经是女性变成男性。对，他看起来像女孩子，他个儿很小，可是他讲话声音又有点粗粗的，那因为外国人讲话会有 he 啊 she 啊什么的，那一听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男的。然后他讲给我听才知道说，原来他本来是女的，可是他变性变成男的，然后他也娶了一个女的，就是结婚嘛，哎，所以这个关系是蛮乱的。那你说，那如果师父遇到这种人，我就跟他说，来，你离我远一点，我不能亲近你，是这样吗？啊，当然不是啊。所以遇到这种人，他想要来跟你问佛法，那你还是要跟他解释啊。可是我们不能用一种鄙弃或者是说看不起的心态来看他们啊，因为这两个人我在跟他们讲佛法的时候，他们的领悟力其实还蛮高的。对，而且我刚刚讲的那个女孩子，她自己会一直在变性，可是她也有一些精神的问题，可是平常我在跟她讲佛法，他的思考其实都还蛮清晰的，嗯，然后他也懂得自己有困难，他也知道他要拜忏啊，他要拜佛，他要打坐什么，其实都是有。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想学佛，或者一个人有学佛没学佛，不管他，只要一定会有他的困难，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困难。那他的人生遇到的困难，这实在是太千奇百怪，太多种了。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这一些不同，跟我们不一样的行径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多一点体谅，多一点去了解他。那有些时候我们不需要太知道别人的私事，我们不需要，可是我们就是用一个尊重的心，那平等的心去跟他们交往，这样子是最简单。
然后第八种人就是危害难处，这看起来不像是人，因为它是处所，可是同样的，我们看到进到这个处所，你就知道会遇到一些你不应该接近的人。这里佛告诉我们说，不独入他家，我们去到别人家，不要单独一个人去。若有因缘需独入时，但一心念佛。今天菩萨不能一个人到别人家，可是你如果刚好有不管特殊的一个因缘，一定要进到别人家，你就要一心念佛。念佛就是把佛放在自己的心当中，这里的念佛不见得是持名念佛哦，所以就是把佛放在你的心当中。佛怎么放在你的心当中？有好几个方法。第一，你也可以念心经，这等于也是在念佛，因为这是佛在说法，有佛陪伴你。你也可以念佛的名号，或者念菩萨的名号，或者你就是保持正念。那这是不是真正的念佛？是，因为佛就是觉的意思，于是我们能够保持觉性进到这户人家。你自己有觉性的话，如果有人来诱拐你，你今天不去接近这些男人或女人，可是有可能人家看你很漂亮很庄严啊，要来接近你啊，有没有？有啊，以前我在道场，有些法师就有些居士看到这些法师说，哇，师父哇，你怎么这么漂亮这样。有啊，有一次有个居士他就跟我说，他去到一个精舍，看到一位法师，那法师就长得白白的，然后庄严庄严，嫩嫩胖胖的，真的还蛮庄严。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第一次进到精舍看到那位法师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哇，今麦师傅拢这么漂亮哦对，所以你今天不去咬老虎，老虎有没有可能自己来咬你？会啊你不咬老虎，老虎会来咬你。可是有时候是你看到老虎，老虎其实是无动于衷，你自己要去追老虎，也有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今天你当菩萨的时候，你不要给自己惹麻烦，所以要保持正念，就尽量有人跟你一起作伴比较好。那不然你一个人的话，就像我们看楞严经，阿难尊者他去托钵，他不是一个人就很倒霉，被淫女这样带到他家去。他其实没有想入非非啊，他心念也很正啊，可是他自己的道力不够嘛，修行的这个道行太低了，所以才会入淫习，受难，所以这个叫危害难处。第九个，生机贤的人。若为女人说法，不露耻笑，不现凶意，乃至为法犹不清后，况复于世。如果为女人说法，刚刚前面说不可以去跟女人接近，可是如果有因缘要跟他们说法，你不可以露耻笑，因为你要是菩萨长得很庄严，那你又笑啊，这些女孩子看到菩萨长得这么庄严，又笑起来又更迷人，那你就是你没有意思要勾引人家，可是别人就被你吸引去了。好，所以不要随便露齿笑，这是一个。第二个，不现凶意，就是你衣服要穿好啊，不要袒胸露臂啊。因为现在人不是有什么六块肌吗？或者说，哇，你好庄严，因为你只要有一点露一点点肉，露一点点什么，别人就会想入非非啦。心就邪掉了，所以千万不要。那乃至为法犹不清后，况复于世。你们看你们的注释第21，这里有乃至为法犹不清后，意思就是菩萨他修行对佛法都不可以清后，也就是不可以执着法。这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金刚经》讲什么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你对于佛法都不可以有亲厚，就是不可以有执着，更何况其他的事情。我对佛法都不可以执着，更何况怎么可以对女人有执着呢？千万不可以，所以不要亲近女人。另外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解释法，就是说你今天我们菩萨要为女人说法，我今天是为了佛法要传扬给你，我都不跟你亲近了，更何况是为了什么事？
就是跟佛法没关的任何事情。比如说啊，你今天看到这个是女人，你偏偏故意要亲近她，你说因为我为法，所以我为了佛法要去度她，结果你为了度这个人，你自己的心力还不够坚强，你就被度走了。你本来要度这一个人到涅槃岸，结果你就反而被他度到三途二道，那不是颠倒了吗？哦，所以不要用这个传扬佛法为借口。所以我们修行常常这样子的，你自己要去拿捏，我今天是自为得度而度人者菩萨发心，还是你自为得度你要当什么，你菩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嘛。所以有一种人是自为得度欲度人者菩萨发心，那一种人是自为得度欲度人者无有是处，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利益，这样子是不要的。所以我们自己是菩萨的时候，我要去弘扬佛法，要去度人，我自己就要先掂看看自己有几两重，把自己的斤两衡量好，那么我就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去说法，什么时候我自己要先保护好自己，好，不要聊累气。那我们看到这边呢，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不可以接近女人，不可以接近不男之人，也不可以入难处，这个危难之处，也不可以去跟这些会产生讥嫌的地方或者人，或者你做的事情会让人家产生讥嫌，这前面这几个是不是都跟欲望有关？是哈，所以这些既然都跟欲望有关，其实不见得就是性别，只是因为欲望一定是跟性别有关，所以我们才会用这个性别来讲。但实际上最主要就是这个欲望贪欲要把它去除，因此我们在看佛经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说，有的人他会误会，以为说为什么佛都看不起女人，都一直说女人不好。其实女人是一个代表，因为以前佛陀时代很多学法的一定是男人比较多啊，女人比较少，所以他的听众是男人比较多，那佛当然就以男人为代表。那佛如果为女人说法，一定会叫这些女人不可以亲近男人，意思是一样的。好，所以不是歧视女人。那我们来看四十二章经这边里面，佛也在提醒我们，佛说圣物是女色，亦莫共言语，这是不是跟前面讲的一样了？好，不可以跟女人接近，那也不要去跟他们打招呼。若与语者，如果跟他说话的话，正心思念，正心思念就是刚刚讲的一心念佛。那正心思念，念什么？心当中要想想，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畏泥污。这里是佛对他的出家弟子讲的，所以他说，我为出家沙门，就是修行人，我现在在五浊恶世当中，我必须要把自己当成莲花，就是要莲花要出淤泥而不染，就是不畏泥污。那么除了这样想以外，还要再想想其老者如母，如果是年纪比你大的，你就把他想成妈妈，如果是比你大一点点而已，就把他想成什么？姐姐。嗯，对啊，就是如果大你一辈的，譬如说大你两轮，你就把他想成是你妈妈，如果大你几岁而已，那就把他想成你的姐姐，如果比你小的，少者如妹妹，就把他当成妹妹，智者如子啊，这边的子就是你是女孩子哦，就是你的孩子的意思。这里的子不是儿子，是孩子。那因为这边对象都是女人呐，好，所以你把这个小比年纪比较小的这些很幼稚的呢，就把它当成是你的孩子。而且不仅要这样对他们，因为我们把他们当成是你的亲人。如果这些人都是你的爸爸妈妈兄，然后姐妹，还有你的小孩，你会对他们起淫欲心吗？不会。好，那不仅是这样子，你还要
对他们升起度脱心，就是要度他们解脱的强烈的心念，菩萨要升起这个心念来度脱这些人，升起这样子的心念，我们就能够熄灭恶念。什么恶念？什么恶念？这里指的是什么恶念？很好，有人说淫欲，那有人说贪欲，有人说刚刚讲的取向，哎，对，能生欲想，就是不要这个念头，要把它去掉。好，那么这个就是贪欲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继续看哦，在法显大师他翻译的《大波涅盘经》里面也有提到，菩萨要怎么去面对这些女人？女人好不好惹啊？摇头，女人不好惹，男人也不好惹哈，只要是人都很难惹哈。好，那《大波涅盘经》这个是小圣的《大波涅盘经》，是法显大师翻译的，它只有两卷。那他在这里啊，佛就跟阿难在对话。阿难复白佛言，阿难他就对佛说啦，他问佛，他说：“若有善心诸优婆夷，这边就是女众嘛，如果有修行的优婆夷呢，他有善心，就是有大善根啊，修行的心很强，他善持戒行，他持戒持得非常的好，这是不是值得赞叹？是啊，乐听经法，或者要听经法，他非常欢喜听经听佛法。那这些优婆夷呢，遇见比丘，我等从今当云何耶？如果有这么修行有修行的优婆夷，他们想要见比丘，我等就是我阿难跟其他的比丘，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啊？要怎么处理呢？佛言：汝等从今勿与相见，你们从现在开始不可以跟他们相见。你看佛多严格啊！这些人是善持戒行，而且是要听经法的善心优婆夷哦。连这些优婆夷这么有修行，想要修行的人要来找比丘，佛都说你不要跟他们见面，因为这个是《大波涅盘经》是佛入灭之前讲的嘛。所以佛在提醒他的弟子，佛走了以后啊，佛入灭了以后，你们自己要好自为之，把自己的戒行照顾好。所以佛就交代他的弟子，汝等从今勿与相见，不要跟他们碰面，能够闪多远尽量远，就闪远一点。那阿难尊者他也很厉害，他还会继续再追问，佛教我们不要跟他们相见，有这么容易就好了？问题不是啊。他就说：若脱欲会与之相逢，当复云何？若脱就是倘若、假若的意思。假如我们遇到他们了，这个实在是冤家路窄啊，就是会遇到啊，与之相逢，又该如何呢？当复云何？这时候怎么办？请佛慈悲教教我们。佛言：勿与共语。前面是不要跟他们相见，你就是看到他们就远远就跑远一点就没事了。这里是已经都遇到了，路太窄了嘛，就遇到了怎么办？就不要跟他们讲话就好了，你就保持沉默。那保持沉默，人家就会离你远一点了。阿难呢也不死心，他继续问：若不共语，其托之请，欲闻经法，当复云何？如果我们自己不跟这些女人讲话，可是其托托就是刚刚讲的倘若、假若的意思。如果他们就是一直想要来请法，欲闻经法，就是很想听法，他们的心这么的切啊，那这么的恭敬要听法，求法的心切，你要不要心软啊？要不要心软？要，有人说要，佛陀也说要。好，我们看哦，这些女人也是真的不死心哈。然后欲闻经法，当复云何？佛言：因为说法。
既然这些人这么不死心，为什么他不死心？他不是对比丘有预想哦，他们是持戒的优婆夷。那前面是尽量不要跟他们，因为你看这些优婆夷自己本身是持戒的，可是比丘有没有可能，如果是潜行比丘，有没有可能会动心？也有可能啊。或者比丘也没动心，优婆夷也没动心，可是被旁边的人起讥嫌，那这样就不好了，对僧团的名誉就有损。所以佛才会说，第一，不要跟他们讲相见；第二，不要跟他们讲话；第三，遇到了没办法一定要讲话，这时候因为说法，这时候菩萨你就是这是佛对比丘讲，他说你们这些比丘啊，就应该为他们说法。可是要怎么说法？条件就是但当善摄汝身口意，你自己要摄身口意，也就是都摄六根，你自己的心要清净，你要用正念为他们说法。不可以说啊，现在遇到了我就跟你们说法，结果本来刚开始是要教他们讲戒定慧，跟他们讲四圣谛十二因缘，讲着讲着就讲到，哎，你这东西不错哦，你这包包哪里买的啊？哎，你今天头发发型不太一样啊？哎，你这个怎么样？会不会有可能啊？讲一讲就讲到，哦啊，你怎么样？你怎么今天跟上一次，哎，头发梳的不太一样啊？啊，你今天怎么精神啊？看起来很好啊，嗯，人清气爽啊，是不是就讲差去了？对。好，所以佛就说要摄身口意，就是只讲正法，其他的不讲。尔时阿难而白佛言：我等从今如是奉行。所以阿难他就是依教奉行，又能够好好的听佛的说法了。那我们看第十种人，蓄养者。不可以蓄养什么？这里的蓄养不是养猫养狗哦，是不可以养年少弟子。所以不乐蓄年少弟子、沙弥还有小儿，这些都不可以。也就是说，有一种人他很喜欢收年轻的弟子、沙弥，或者是你看小儿哦。其实这里小儿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种状况，你看像有一些寺院他自己会附设孤儿院，那这里是不是就会有小额了？对，好，那如果是这一种呢，就是我们不跟这一种人交往，菩萨不跟这种喜欢收年轻的弟子或者是小孩子的人交往，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就是，我虽然不会跟这一些人交往，那么我也不跟他们一起同师，不乐于同师，就是不跟这一类的人，第一我不跟他们交往，第二我也不跟喜欢就是蓄养年少弟子的人跟他们当师兄弟。但是我的师父已经收了，你的师父已经收了，那就是你的师父啊。那、啊、我还是不能跟他称兄道弟，对不对？可以啊。所以我们刚刚讲，你如果是潜行菩萨你就不可以嘛，那、啊、如果你是不是潜行菩萨你就可以啊。这里的菩萨定义就是修法华经的人，就称为菩萨。对，这里是因为刚刚有讲文殊师利菩萨他在问佛，他说要弘扬法华经应该怎么弘扬，所以这一些这里的菩萨的定义就是他要怎么弘扬法华经的菩萨。因为刚刚第五条，这个说不以二圣的修二圣的比丘比丘，对我们在家居士虽然修法华经，但是我们看到他是。我们会认为他的佛法比我们涉猎更深入。对呀、啊。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修二圣。那没关系啊。所以我们刚刚讲，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佛对文殊师利菩萨讲。那文殊师利菩萨是代末世的，就是做五浊恶世的菩萨来请法。那佛就把这个大原则讲给大家听。好，所以佛是预想说将来五浊恶世会有什么状况。那五浊恶世它的时间非常的长，那到底是哪一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在末法时代，我们虽然是在五浊恶世，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当原则。可是佛法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因此我们看到刚刚前面师父有讲，这个是针对潜行菩萨而说的。
我们自己如果是想要弘扬法华经，我是不是就算是菩萨了？因为我修大圣行啊，那我修一佛圣啊，所以我把这个当作，把这些当作原则来修行。可是并不表示说我看到这些人我都要跑。你看师父是女众，你们几个有男众啊，那我不是不是看到你们我就要赶快跑了？我怎么还可以坐在这里说法？我们就恭敬啊，对，我们就恭敬，没错，对啊。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哦，因为这些是大原则，那这个是菩萨他发愿要去弘扬佛法华，所以他要把法华带给别人。可是菩萨不是一窝蜂，我要来弘扬佛法，我就跟每一个人全部都是去搞惨，那你自己的心还不稳定。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前面讲清净处有两个，一个是不可以亲近十种人，这十种人我们如果跟他们太接近了，我们自己的心不稳固，我们就怎么弘扬佛法，我的修行可能就退堕了，甚至退失道心，我还谈什么弘扬佛法。所以除了不可以跟这些人亲近以外，我还要亲近山林去修禅定，所以这个是状况是不太一样的。那于是我们看到这些人是刚刚讲是尽量不要主动去接近这些人，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接近，其实不止这十种人哦，还有很多其他人 不在这十种里面，其实会不会也给我们不好的影响？也会有啊，带你去吃喝玩乐的可能不在这十种里面啊。所以这十种是一个大概的原则，大概的范围。那还有我们看到其他人，我是不是要开始去想你是不是十种人之一啊？啊，如果你是第十一种，我再来跟你讲法华，是这样吗？也不见得哦。哦，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我今天在家居士，我看到四众，我是把他们当成是有修行，我就是恭敬他们，跟他们学法，很好，因为我是谦虚。所以我们看以前不是也常讲啊，常不轻菩萨，常不轻菩萨看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会做佛啊，每一个人都比我高啊，我都恭敬你们。那他在礼拜他们，是不是也是一种弘扬法华的方式？是啊。所以这里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喜欢跟人家太多的往来做社交活动。我们把这个原则掌握住，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佛教我们不要跟这十种人交往，因为就是不要做这么多的社交活动。有些人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喜欢说，哎呀，你要去结善缘啊，要多结人缘啊，有听人家这样讲吧？所以你一天到晚都有很多时间去跟别人互动，可是你就没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诵经拜忏，或者去持戒去听法，这些时间你就没了。所以我们人修行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我怎么去掌握，这你自己要去拿捏。好，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刚刚讲的这十种人不要亲近，但是不亲近这十种人，可是你自己因为这不十种人不亲近，重点是刚刚讲的要持戒的部分，重点就是佛在教我们怎么持戒。但是除了持戒以外，佛还教我们要怎么修定跟修慧，这个就是菩萨应该要亲近的地方。这样了解了吗？哦，好。像刚刚的第九种，那个优婆夷他很认真嘛，那他求法的对象就剩下比丘尼哦，因为找比丘也是佛陀说尽量避免。嗯。那他得度的机会只有靠比丘尼，那比丘尼的得度又是靠谁？因为他的哦，你刚刚说第九种哦，不是啦，第九种是生机贤，不，认真的优婆夷那个是经典里的啦。我是拿经典那个大波涅盘经来讲，我只是把大波涅盘经里面拿来做譬喻，说佛教比丘不要跟女众太亲近。嘿，尤其像在我们的各寺庙，大部分就是女众是八比二，男众比啊，男女众大概占八成，男众才两成，那这些都不会就没机会得度了。优婆夷怎么会没机会得度？你们现场很多人都优婆夷啊，照那个原则，他尽量不要去接近男众啊，可是他可以接近女众师父啊。对，我说只有靠比丘尼去度他们。
靠比丘尼啊，他也可以遇到男众啊，他自己戒行清净也可以啊。像刚刚不是讲吗？这些他戒行清净，然后他又是死命就是要来请法，那他们比丘还是要跟他们说法。那对啊，他们自己心是很清净的，那就看比丘自己心清不清净嘛。嘿，人家对你没意思，就比丘自己对人家有意思，那是比丘的问题了，不是优婆夷的问题。嗯，那反过来也是啊，男众找女众法师请法也有，可是其实我遇过最多的是男众会跟男众法师来学法，男众要找女众法师学法的有。全世界只有台湾最特别，就是女众出家的比男众还多。你大陆是男众出家的比女众出家的还多，欧美什么日本啊韩国全部都是男众比女众还多，是台湾例外，全世界只有台湾的女众出家众比男众还多，这是台湾的特殊现象。嗯，所以全世界出家人男众是比女众还多的。嗯，那我们刚刚有讲啊，这个因为重点就是不要有贪欲，所以我们不要去分男众女众，但是我们自己修行，我们还是要一个，我们修行还是要一个男女众的分际，这男女众的分际你把它掌握好，才不会起机嫌。哦，这个是要需要注意的。对，可是你不能什么都要想很多啊！啊，先看到这一位师父就想，哦，我是女众，他是男众，哦，我要离他远一点，闪远一点。那你这样子修行有没有保持正念？也没有啊，因为你担心东，担心西，那你有没有当下？没有嘛，你有没有执心？也没有，那不是很辛苦吗？好，所以这个戒律该有就是还是要掌握，但是不要把它变成就是很恐怖很担心这样子。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我刚刚讲啊，为什么不可以蓄养年少的弟子，因为有几个方向，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些沙弥沙弥尼他年纪很小，他们还不知道要怎么修行，为什么要修行他们不是很清楚，所以不容易受教，大部分是这样。可是有些沙弥沙弥尼很厉害，很有善根，上辈子不知道修什么，所以这辈子 就知道要出家。我之前有一个法师，他很可爱，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排队要去出家，要去求出家，他就跟在后面看，那老和尚就跟那个六年级的女孩子说，啊，你才六年级还很小，你念到大学毕业再来出家。那这一个师父呢，他也是六年级，他就很皮，他就想，诶，他求出家，老和尚叫他念到大学，那我也来求出家。然后他就跑去跟老和尚说，老和尚弟子想出家。老和尚说，你几年级啊？哦，弟子六年级。哦，好，来出家。然后他就傻眼，他想，你跟前面的说大学毕业，你为什么叫我来出家？然后他就吓到了，就老和尚说，去跟你爸妈讲啊，来，赶快来办一办，来出家。然后他真的就这样出家了。对啊，到现在也出家二十几年了，这就是他的善根嘛，就是每个人因缘不一样，所以不要乱 copy 别人的行为哦。好，这是题外话，所以我们要看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还很年轻，他就是懂得要出家，这就是他的善根。嗯，那有的人是很年轻有善根出家，可他的善根很短，他可能出家一年两年三年或者十年，他就还是外面的世界比较好玩，我要离开，他就走了，也有。嗯，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些小的不太好搞，所以以前我们在山上在教那些小朋友的时候其实都不好教，为什么？其实这么小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啊，对啊，啊这么小一大早就要起来做早课，哎，然后那个做了早课都边一直打瞌睡啊，大人都会打瞌睡，更何况是小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好，所以这边就是不要跟这种人在一起修行不容易，但是虽然是这样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沙弥虽小不可轻，他们虽然刚刚有讲了他们很有善根啊，有的是以前我们也讲过啊，悟达国师14岁就能够讲经，
而且是讲大波涅槃经，厉不厉害？厉害啊，他讲的是大圣的大波涅槃经哦，而且他十四岁讲经，底下听他讲经的都是什么？都是大比丘啊。所以不是他年纪小我们就可以轻视他们。对，因此我们刚刚前面讲啊，佛说不可以接近这十种人，可是并不是要我们轻视这十种人哦，所以这个要清楚哦。哦，那再来就是菩萨，佛告诉我们说菩萨不可以接近这十种人，那菩萨应该要怎么样，要亲近什么呢？就是要亲近山林。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话，佛教我们常好坐禅，在于闲处修摄其心。菩萨要常常要能够坐禅，要来禅修，要在清闲的空闲的地方，闲处就是空闲的地方，空旷的意思。好，在这个空旷的地方或者山林里内，要好好的去督摄自己的六根。那这里就有思维题啦，我们刚刚讲这十种人，那刚刚我们刚刚有人问啊，这遇到这十种人怎么办？那所以我们自己也可以反思一下，如果这十种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常常接触到？有啊，所以我们就想，我常接触到的是哪几种人？你光你娶了太太，你太太不就女人了没？是吧？啊，你有没有朋友？你有没有同事？有啊，是不是都是女人？嗯，好，那我常常接触到这些人，我用什么心态跟他们交往？所以这里这个问题就是告诉大家，不是我遇到这十种人，我全部都是要视而无不见。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会遇到，还是会啊。那我遇到要用什么心态？就是清净心。刚刚前面佛讲的，要摄身口意。我们保持正念跟这一些人交往就没问题。不要有轻视的心态，不要看不起他们。虽然我们称这十种人为恶知识，并不是表示他们是邪恶的。如果我们看不起别人，我们在看不起的当下，自己才是邪恶。看不起这十种人，自己就是恶人啊，就比这十种人还要差了。那所以我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是用什么心态？这个我们自己要来反省检讨一下。另外，我们跟他们来有相处的时候，我的心安乐吗？就是问问自己哦，如果我遇到这些人，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有没有安乐？譬如说，这个是一个达官贵人，我常常都会跟他有接触，有时候不见得是你自己的朋友啊，可能是你的朋友的朋友。那你会遇到这些达官贵人，你是怎么跟你的朋友一起跟这些达官贵人来相处的？你用什么心态？你是觉得攀龙附凤的心态吗？哦，攀附权贵的心态吗？还是拜托以后不要找我跟他们一起，我才看不起这些人。有的人是这样啊，嗯，那我们就看看我们自己是什么心态。好，跟这些人交往的时候，我的心有没有安乐？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啊，佛说要安乐行啊，菩萨的身心能够安乐，才能够去度众生。那另外我们这个思维题啊，一样就是延续刚刚讲的，如果我的亲人师长或者多年的好友是属于菩萨不能亲近的这十种人的范畴，就像刚刚有人讲啊，我的师父就是有收年轻的弟子啊，那我怎么办？好，那你就说哦，那我的师父有收年轻的弟子，我就不要这个师父了，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他已经收了是他收啊，那你自己不要去跟这些还没有修行道心还不是很坚固的人一直跟他们在玩游戏啊，不要跟他们就是混，讲白话叫混在一起。嗯，那我们还是要修行啊，他们有他们的修行方式，我有我的修行方式嘛，那我应该用什么态度跟他们相处？记得千万不可以看不起人，这很重要，这个原则要有。所以我们持戒，持戒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口意清净，不是因为持戒而看不起别人。那如果是这样子，自己还有没有身口意清净？没有啊。
有些人自己持戒非常严谨，可是看到别人持戒没那么严谨，就开始批评或者看不起别人，这个都不对哦。哦，持戒是自己的事，持戒是自己得到利益，自己的身口意性能够清净。那你借由自己利益，自己的身口意清净了以后，你是不是也能够去帮助别人，让别人也可以身口意清净？或者我自己持戒，我能够当一个好的修行典范，无形当中是不是也能够让别人有正向的感染？这就是正向的熏染啊。哦，好，所以这个态度我们要有。那另外就是，如果我自己刚好是以上十种人之一，我有没有资格修学或者弘扬法华经？有啊，对呀、啊。这时候大家都说有，表示有信心。可是刚刚就想，哎，这十种人好像跟我没关。可是这时候再看一下，发现，哎，我有可能是十种人之一啊。如果我是豪贵，我可不可以来学法华经？可以呀、啊，我是政治家，我可不可以学法华经？可以呀、啊，不然你说哦，我是政治家，佛说不可以跟我们这些政治家弘扬佛法，那表示我是政治家，我就不可以学佛，那不是颠倒了吗？好，所以就是如果我自己也是刚好这十种人之一，我还是要好好的修行学佛，更而且更要修，更要精进。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亲近处，就是要亲近佛法，观法空。所以刚刚讲啊，菩萨有亲近处是不可以亲近这十种人，而且菩萨还要坐禅。那第二个亲近处要怎么亲近？所以刚刚讲了，第一个亲近是不可以亲近谁，好，那要亲近的就是山林。那这里再继续来讲啊，亲近就是除了亲近山林，最重要是要亲近佛法。所以要观法空，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如虚空，无所有性，一切语言道断，不生，不出，不起。菩萨摩诃萨，所以刚刚有人问啊，所以这个菩萨到底是谁？就是弘扬法华经的菩萨。好，那这边又再更进一步咯，这已经不是潜行的菩萨了，你看他是菩萨摩诃萨，这已经不是潜行菩萨，这是大菩萨。大菩萨修行要怎么修？要观一切法空，一切诸法全部都是本质是空性。那怎么观？如实相，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所以一切法本来如是，是我们的心有颠倒，我们的心在转动，我们的心在向后退，我们的心有扭曲，所以才看不到实相。那所以法有没有问题？法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的不清净的心，有问题的是我们的烦恼心。那当菩萨摩诃萨就去观察一切法，去看到法的空性，还要看到法的实相性，看到法其实是不动的，没有颠倒相。那再来观一切法空，我们就要知道诸法就好像虚空一样。以前我们讲过虚空性如虚空，虚空你能够摸得到看得到吗？看不到，摸不着，它是没有形象的，没有形体，没有颜色。那在这个法就像虚空一样，你想要执着，想要抓它，抓得到没？抓不到啊。你手伸出去，虚空什么都抓不到。无所有性，也就是说法的特性是无所有，意思就叫做空性。无所有就是没有嘛，那无所有性就是空性。所以刚刚讲了空虚空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叫无所有。它没有形象，没有颜色，没有大小，没有重量，这些都没有。一切语言道断，就是我们要去形容这个空性，怎么去形容？你只要讲出来就是障碍，讲出来就是不圆满，所以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它，怎么形容都形容不清楚的。那接下来不生不出不起，其实就是八不中道，
这个以前我们讲始终心要经说的时候有提过，注释二十七，不生不灭，再来，不长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好，在中论里面叫不来不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它讲成不来不去，因为出就是去的意思。好，不来不出就是不来不去。那因此这里看到不生不出不起，就是不生不去不起。我们看注释二十八，智者大师他告诉我们什么叫不生不出不起。理非未来故不生，就义理我们从这个理性来讲，看这个法，每一个法它不是未来，你看哦，非未来所以不生，因为你有个未来不是就生起来。比如说这个怀孕的妇女啊，明天要分娩生小孩，所以是不是要等明天，这就是未来。所以 不是未来所以就没有生的问题，不是过去所以不出，过去就是已经去了，过去了啊，所以不出就是刚刚讲的是什么，不去。嗯，所以你没有过去嘛，所以叫做不出。那什么叫不起呢？非现在，就是起来。比如说你们现在坐着，师父说站起来，那你是不是现在就站起来了？所以这里讲到说不生不出不起，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切皆空，它没有生就没有灭，没有出就没有来，没有起就没有落。就是一切诸法空寂，这以前我们也讲过蛮多的，诸法全部都是空寂的相，本来如是，这个就是法华文句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原来的经文，佛继续说，法空是什么？无名无相实无所有。前面是说无所有性，那这里就是指它的特性是无所有，一切皆空。这里实无所有就是告诉我们本来它就没有存在，是我们的颠倒妄想以为它存在。所以它的存在是不是真实的存在？不是，它是假有，假的存在，暂时的存在，所以叫实无所有，实际上是空寂的。好，那这个名呢，或者是相，也是暂时的假名，暂时的假相。譬如说我们说这个一尊佛像，佛像是不是有名字称为佛像，这就是他的名，但是这个名也是暂时的名字，你可以把它变成英文叫 Buddha statue、台语叫什么佛像。那所以它真的叫佛像吗？那这是我们把它取名叫佛像，一个没学佛的人他会把它叫佛像吗？他可能称它为神像，或者他也不知道它叫什么，他就会说哦，那一块铜或者那个昂啊，你把它称为偶像，你们在拜偶像。你说没有，我是在拜佛，那没有学佛的人说没有，你在拜偶像，崇像偶像崇拜等等。那不管是什么，我们就是知道指的就是这一尊佛，只是我们不同的名称，所以这些名称是各式各样不同，所以它叫做假的暂时的。那佛像是你叫我是佛像我就真的一定是佛像吗？你叫我是佛像我还是佛像啊，你叫我是童我还是我啊，不会因为你对我什么不同的名称我就有所改变。所以这些相跟名其实都是暂时的，是我们人赋予它的。好，那无量无边无碍无障，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故说。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啊，所有的法都是怎么来的？因缘生，因缘灭，有因有缘，所以这个法才会形成嘛。那实际上我们如果就刚刚讲的虚空来讲，虚空有没有量？没有啊，它没有重量，它也没有量机啊，都没有，所以叫无量。虚空有没有边际？没有啊。虚空有没有阻碍？
障碍限制，没有啊，都没有，也没有隔障，也没有，所以这些都没有。可是我们但以譬如说，好，我们说虚空都没有，可是你说没有啊，可是我们这边有个教室，算不算虚空？算。所以但以因缘有，我们把它隔出了一个空间，所以这个是我们隔出来的因缘。实际上它有没有边爱啊？没有啊，它没有边，也没有障，也没有爱啊。好，所以一切都是因缘而有的法的呈现，从颠倒生故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十种人，有男人有女人，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给他赋予的名称？是啊，你要是离开娑婆世界，还一定就叫男的跟女的吗？就不一定了。好，所以是在什么因缘有什么样子的呈现，那不同的因缘它所呈现出来的相状，它的样态就不同了。那菩萨修行要亲近佛法，要观法空，就要常乐观如是法相。所以看到观这个字，菩萨要去观察，要去观照，要去思维如是法相。这里的法相指的就是诸法空相，也就是空性。所以这里的法相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就是法相的部分。好，所以要观法性。那这个就是菩萨摩诃萨的第二清净处。所以第一个清净处是不可以跟太多人做社交活动，自己要尽量离群所居，要好好修行。那第二个清净处就是要亲近佛法，你一个人独居要慎独啊。怎么让自己做到慎独？就是要去修行佛法，尤其是观这个法空。那我们来再解释一下诸法实相，这个是藕益大师的，他说啊，法华一圣妙旨，为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这个我们从以前就讲了很多遍，法华最重要的义旨，它的义理就是一佛圣。那一佛圣这么殊胜玄妙的宗旨，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众生能够开佛之见，还要示众生佛之见，还要令众生悟佛之见，最后要入佛之见，也就是佛希望所有的众生最后都能够成就佛道。那法华的最重要的宗旨就是要让众生开始悟入佛的知见。那佛的知见到底是什么？藕益大师告诉我们，佛之知见非他，就是无他，没有别的。佛的知见没有别的，是什么？诸法实相是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等号了，法华一圣妙旨等于开始悟入佛之知见，等于什么？诸法实相。诸法实相等于下一个，然诸法实相，诸法实相非他，即什么？现前一念心性是也。所以诸法实相，我们不要想说法既然是法，就是整个往外看，我去看到桌子，看到椅子，看到大楼，看到电脑，看到地毯，看到电线，这个都是外在的法。实际上我遇到是他要我们反观往内看，这些法呢看起来好像是外在，心当中有没有法？有。那这些外在的一切诸法都含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头。那我们的心你在往内收摄去看，就看到什么？现前一念心性。这也是以前我们讲过的一念三千，一念借而有心，即具三千，就是现前一念心性。所以现前一念心性就是我现在起了什么念头，这个就是现前一念心性。我现在起了一个念头，就是诸法实相怎么这么难懂啊，这是不是现前一念？是。好，那我现在起了一念心性，一念心念就是想说，哇，法华真殊胜啊，这是不是也是现前一念？好，所以你现前一念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可以是清净的，也可以是染污的，你也可以有疑惑。对啊，
好，所以各式各样都是。好，这是现前一念心性。那现前借耳一念，就是刚刚讲的现前一念心性。这一念是什么？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啦？这四声是从哪里出来的？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从哪里出来的？啊？你说见耳法是共的中论呐、啊？想起来没？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龙树菩萨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就是藕益大师他告诉我们法华的妙旨，一圣一佛圣等于开示悟入佛之见，等于诸法实相，等于现前一念心，等于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知无生。所以意思就是这么多一层一层一层，到最后就是告诉我们法华一圣妙旨最重要要讲的就是无生的义理。那这里的无生就是告诉我们诸法实相。所以刚刚前面一直讲了，要菩萨的清净处就是要观诸法空。那观诸法空就是观诸法的实在的，因为我们以为诸法就是你看到这个摄影机，你就想这个叫黑色。看到桌子表面这个叫棕色，看到地毯叫绿色，这个是不是我们赋予它的名相？是啊，我们赋予它的名称。可是我们人看到是绿色，你一只苍蝇看到不见得是绿色啊。那我们人看到是地板，其他小生命看到的它不会把它当地板啊。所以这个就是众生的心念是不同，那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一切皆为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一念心当中。那这一念心本身又是空性。心有没有形象？没有啊。你看像前几天有一位居士，他跟师父讲，他说师父，我真的一点都不安乐。他说你上课在问大家安乐否，我马上就想我就是不安乐。为什么不安乐？因为我每天都被我的子女搞到很烦。所以你被子女搞到很烦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这个烦，刚刚讲要观空对不对？这个烦是不是空性？是啊。怎么观空？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很烦的这个心念是他自己生起来的吗？不是啊。好，那我们这个字把它当成是你自己好了。原则上他应该诸法不自生是指烦这个，他不会自己烦自己生烦嘛。好，但是我们修行是要反观自己的心，所以要看自己的现前一念心性。所以我现前一念心性是很烦的时候，你怎么去思维这个烦也是空性。好，你去思维是不是我自己的心生出这个很烦躁的感受？我觉得很烦是不是我自己的心生出来的？不是，那是怎么出来的？你生出来的吗？如果师父，假设师父现在觉得很烦，我看到你们我就觉得很烦，我今天还要来上课。我们现在回来这里，回来这里，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没有这四生。我们来分析一下，师父如果觉得很烦，是不是我自生，我自己的心生出很烦？有人说应该是，因为不是你们啊，有人摇头啊。如果这样你就落到自生啦，那你就错啦，就变邪见。我们来分析一下，师父觉得很烦，不是我自生。为什么不是自生？是因为如果是自生的话，我现在来这里我觉得很烦，我等一下下课了我去看灯会，我还会不会烦？不会啊。你怎么知道不会？搞不好我看到灯会也很烦，更烦。所以如果是自生，我的心自生的话，我应该要一直都在烦，我就没有快乐的时候，那我还能当快乐的法华菩萨吗？就不行了，因为我一直都在烦，因为我自生嘛。
所以就不是自生，这样知道哈。我刚刚开玩笑说看到你们很烦，如果师父是看到你们很烦，那是不是就叫他生了？是不是他生？你们让我烦嘛？可是我有常常，你们每一次都会让我烦吗？没有啊，如果你们都一直让我烦，我怎么会一直讲到现在？对吧？好，你说那师父只有今天让你烦呢、啊？那还是他生，那也不对啊，因为如果是他生，他要有重复性嘛。所以如果是你们让我烦，我应该要一直烦，一直烦，一直烦。可是没有啊，你说哦，因缘，因为今天师父心情不好，刚好看到你们两个和和，所以这个叫共生。嗯，可是如果是这样子，我应该要每一次看到你们我都烦啊。所以刚刚的他生就是，就算我没看到你们，你们都能够让我烦。那你们不仅能够让我烦，你们还可以让别人烦，这才叫他生哦。因为这个是你们的能力，你们就是有让别人烦的能力啊。讲懂了哈，这才叫他生嘛。那共生是我跟你们两个愈合在一起，一起叫共，就一起烦。我看到你们，我就马上会烦。Hey, 每一次看到都一定烦、嗯、那不无因生就是跟你们也没关，跟我自己也没关。无因生就是没有原因、哦、那不无因就是否定没有原因，意思就是一定有原因的意思、哦、所以这里的无生就是没有自生，没有他生，没有共生，没有无因生，把这四个都否定掉，所以叫做无生，这样就没有生啊。那一切诸法如是啊，本来如是啊，是我们在扭曲的，我们在颠倒的，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才有这么多的生嘛。所以刚刚才会讲这个女众，她跟我讲说，她看就是她的子女让她觉得很烦，所以自生是不是她自己觉得很烦？是不是她自己的心产生厌烦？是还是不是？不是，因为你若是，你说是就变自生了嘛。你看到、哦、如果是、这个妈妈她是她自己觉得很烦的话，她应该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她要一直都很烦啊，可是没有啊。好、哦、那是不是她的子女让她烦？也不是哦，因为如果是她的子女让她烦，你看现在小孩子长大了就觉得很讨厌，一直给我惹麻烦，可是小时候刚出生的是咕叽咕叽好可爱哟、哦、妈妈好爱你哦，不是这样吗？啊，如果真的你的子女让你很烦，以前怎么不让你烦？所以这个他生就不成立啦。所以如果你的小孩让你很烦，你自己就会想，都是小孩惹我吗？其实不是啊，以前他也没惹我啊。嗯，啊，或者是小孩子今天惹你不高兴，明天跟你撒娇一下，那你就好了，你就不会觉得他烦，那还叫他生吗？就不是啦。或者我今天心情很好啊，我今天中了100万。你再怎么让我讨厌，我都觉得哈真可爱，因为我今天中了100万，那我是不是自生？没有啊，哼啊，所以不共生。你看到他每次都很烦吗？没有啊，有时候他做了什么大善事，你说哇，真的与妈妈跟爸爸真的是以你为荣，那这有没有共生？也没有啊。那你是不是莫名其妙就觉得很烦？也不是啊。还是小孩子惹你的啦，还是有原因的嘛。可是小孩子惹你都是小孩子的问题吗？也不是啊，你自己要不要负责任？可能也有啊、哦、所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嘛。那最重要因缘和合是我们在讲的，因为它还是有起有落，最终你还是要看到根本就没有生没有灭的这个究竟无生，这个才是更高层次的。所以你会觉得烦，的确有啊，但是这个叫假，是空假中的假，它是暂时的。那实际上它会不会永远存在？不会啊，它是空性，所以它是空假中的空。那你如果再能够再提升，我就是大菩萨，我就是一佛圣，那你就是看到中道了。你再怎么烦，那个烦都变成安乐性。你还会不会有烦？没有了，因为你是中道啊。里面有所谓的烦跟不烦的两边极端，你的心一直都在当下，你的心都是最清净的、最安乐的。
这个就是中道。所以我们刚刚讲，你会不会觉得很烦？会啊，还是有烦的感受嘛。但是要知道，这个叫暂时的，你可以去看到它的暂时性，看到它的空性。那你还会不会被它给搞得越来越烦？不会。你如果没有看到它的暂时性，把它当成实在的，你就会一直烦下去。一直烦下去是你自己把自己关在牢笼里面受苦，没有人让你苦，是你自己让自己受苦，然后你还要怪说是你的小孩子让你受苦。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几句话。这一样是偶意秩序大师讲的，他说未生无前处，欲生无来处，正生无住处，生已无去处。这以前我们说过哈，你看刚刚讲的那个念头，很烦的念头，这个念头未生无前处，就是他还没升起，这个烦的念头还没升起之前呢，他有没有一个潜在，一个潜伏的地方？有没有？没有。你要还没有啊，他没升，你要找也找不到啊。如果有，他就永远都在那里了嘛。好，就变成这个很烦的心念是一直都在。欲生无来处，你快要烦的时候，这个很细微哦，而且很快。快要烦的时候，他有没有从哪里来？从天上来，从你的眼睛来，从你的头来，从你的肚皮来，从你的想法来，从你的哪里来？有没有来的地方？没有。所以他没这个念很烦的感受哦，或者是情绪，他没有一个存钱的地方，没有一个潜在的地方，他也没有来的地方。那你正在烦的时候，正生无住处，你正在烦的这个烦的感受到底是在哪里？在你的头吗？在你眼睛吗？在你的第六意识吗？在你的第七意识吗？在你的哪里？在你的鞋子上吗？在你的房子里吗？在哪里？它有没有一个安住的固定不动的地方？没有。你要去，你当你觉得很烦的时候，人家问你到底哪里烦，你还讲不出来嘞，讲不清楚，所以正生无住处。那昨天很烦，今天已经不烦了，今天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再也不烦了。所以生已无去处，你这个烦的感受已经不见了。到底是往哪里去？你可以指得出来它往哪里去吗？往天空去？往房子去？往地板去？往你的小孩那里去？有吗？你指不出来啊。所以无去处。那因此我们起了这些不好的念头，或者很烦的念头，很烦躁的心，或者其他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四句话来去帮助我们转心念。因为你要找他找不到嘛，他在过去现在未来找得到吗？都找不到。既然找不到，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很烦很烦很烦的这个一直放在心里头？因为你把它当实在的嘛，这样懂意思吗？好，你不要把它当实在，你就不会被它牵着跑，不会被它带着走。那因此这边讲心无心相，烦有烦的样子吗？没有啊。烦到底多烦？拿出来给我看啊。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连叫你形容烦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也形容不出来。所以心无心相，则其性无生。无生是不是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好，这一切是空性。那无生还有没有住意灭？就没有。所以无生故，无住无意无灭。因为心的变化就是生住意灭，既然念头没有生起来，或者你的情绪没有生起来，感受没有生起来，没有生起来，怎么还会有持续的住？怎么还会有变化的意？怎么还会有不见了结束的灭呢？当然就没有了。没有开始，怎么还会有结束？好，于是接下来无生住意灭即真法性，这个法性就是刚刚讲的实相，就是空性，恒遍数穷，不可思议。好，所以这个实相是不是不可思议的法？是。实相是不是空性法？是不是空性法？是。是不是无生法？是。实相是不是一佛圣法？是。好，所以现在知道法华知道是什么了哈？法华就是无生，就是实相，就是一圣妙谛，就是最后要归到现前一念心性。
那你现前一念心性可以是凡也是实相，为什么凡是实相？空性啊，刚刚讲的是空性啊，哦，是诸法空相。所以你现前一念心性，不管是起烦恼还是很开心，还是等着等一下要去看灯会，还是等一下要去吃什么好吃的东西让自己饱足一顿啊，或者等一下要去慢跑一下，或者等一下终于可以回家睡大觉了，那么这些念头全部都是空性，都是实相，都是三谛圆融，所以它是最究竟的中道实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管我们起任何念头，不好的念头要不要害怕？不要啊。太开心的念头要不要得意忘形？也不要啊。哎呀，因为一切皆空嘛。哦，所以诸法不垢、不净、不生、不灭。嗯，常即常照，这个就是我们当法华菩萨要修行的，还要观诸法空，要观佛性。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先来回向，目前应该还可以哈。啊，这个因为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所以我们这个实相的部分就不再多说，但是你们要回去练习一下。刚刚讲的是四生，啊，无生，就是这四个错误的知见，啊，这错误的四生要把它厘清，然后用自己的心念，你打坐的时候就是你的现前心念是什么拿来用，然后去分析它的空性，分析它的无声，而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很安乐。嗯，好，那我们来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